无脸，后来进来那男孩是干嘛的？跳高的，跳高的，你没看那么高跳高的吗？太帅了！我觉得没有大侄子帅，对吧，大侄子？大侄子，你现在在我心中是最帅的，没有人能超越你。千万别上当啊！这怪叔叔对谁都这么说。我们甜心的那个追求是最好的。